《史书记》第十章一节，阿比米勒了后，有以撒加的人多多的孙波瓦的子多拉兴起，拯救以色列人，以点伫以法莲山地的撒米。多拉做以色列的史书二十三年，就是埋葬伫撒米。三节，伫伊以后，有几个人挨你兴起。做以色列的史书二十二年，伊有三十个子，徛三十只儿子，因有三十座城，名叫哈维德艾尼，直到今日，拢是伫基列地。艾尼死，就埋葬伫加文。六节，以色列人搁行亚华眼中看做歹的事，去侍奉遐巴力、甲阿苏塔略，以及阿兰的神、西顿的神、摩押的神。阿文人的神、非利士人的神，气杀亚华无侍奉伊。七节，亚华的生气对以色列人发出，就将因交伫非利士人、甲阿文人的手中。八节，对迄年起，因扰乱起阿约旦河迄边，占伫阿摩利人的基列地的以色列人，共有十八年。阿文人佮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甲便雅悯。甲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尽在困逼。十节，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，讲：阮得罪你，因为弃杀阮的神，去侍奉遐巴力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讲：我敢无救恁脱离埃及人、阿摩利人、阿文人、甲非利士人吗？十二节，西顿人、阿玛力人、马浑人也拢欺压恁，恁哀求我，我也拯救恁。脱离因的手，恁竟然放杀我，侍奉别的神，所以我无阁救恁。恁去哀求所敬的神，恁拄着患难的时，通予伊救恁。十五节，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讲：阮犯罪啦，实在你的意思宽待阮，独独求你今仔日拯救阮。以色列人就拄起因中间的外邦神，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受的苦难，就心中忧闷。十七节，当时阿文人聚集安尼伫基列，以色列人也聚集安尼伫米斯巴。基列的百姓甲众首领彼此参详，讲：什么人会大声去攻打阿文人？什么人要做基列一切徛起百姓的首领？